又搁发生饮酒开车弄死人的消息。婚姻观男子高冰红暗时啊，饮酒了后开车，伫咧登去厝的途中，伫六角乡弄死后生老先生了后倒液。警方调阅监视器，并且封查路人。六点钟了后，伫东石乡租厝的所在将伊逮捕。警方已经有过失致死、公共危险等罪行，将伊依法发办。暗时八点外时，八十三岁后生老先生骑机车行经六角乡蒜头村的时，被一台小轿车撞到，伤势严重，送医不治。车祸发生了后，肇事的高冰洪无落车查看，加速倒液。警方下步了后，立即调阅附近的监视器，发现一台普色的小轿车涉嫌撞断。经过调查，高姓车主处在的婚姻观靠湖乡，民警马上赶到车主的厝内，但是车主表示，车是后生伫咧驾驶，真刚暗时后生并无登去厝，也唔知影后生去倒位以及行动定位。车主阮去阿抓吼，抓了到两点二十，伫即个咱的东石乡江堰附近吼，抓到即个涉嫌肇事的人，啊，带转来迄个这组笔录依法加以上加以地检署侦办。啊，你们找到当事人的时候，他是不是还不承认？伊是有承认伊唔对，啊伊原来有承认，伊有啉烧酒，拢有承认。啊，伊酒测值咯？酒测值，迄阵阮带转来了，随来做酒测值，0.44。警方也查出高嫌手机的基地台位置，就在东石乡江堰村。赶到江堰村找人，意外在一间庙停车场找到肇事的车辆。警方在附近看到一对男女在讲话，就落车询问。经过警方苦口婆心的劝说，该男子才讲，伊是高嫌的朋友，并且由伊代为启蒙人。等下高嫌开门了后，警方立即抓人。新闻中的新闻，六角乡蔡孔报道。